收看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怡君。新闻一开始，咱继续来关心南方澳跨海大桥断桥的搜救进度。今日暂时总算是找到了最后一位菲律宾渔工的遗体。这件意外总共是6人死亡。逃海逃了十几年，我们雇用的船艇20几个，我们没有一，我们作业都很小心，我们从来这十几年来没有损失过任何一个船员。这个意外是在港内发生的，今天是发生在我们这里。那我不晓得这个救责已经不是我一。南澎湖跨港大桥崩起，瞬间将三只渔船堆伫个桥下边，造成了6人死亡。中昼差不多11点，挖出着了最后一位挂着渔工的遗体。船主人表示，意外发生的迄当阵，三只船白做伙，靠岸准备要来加油。这位渔工可能是去到另外一只船找朋友开港，想袂到发生了断桥意外。相关单位也会安排家属来台湾处理后事。南澎湖跨港大桥断桥意外，昨日之天是收到第二线提供临时的深夜食堂，也是规暝拢无收达，一直到今日。另外，救援人员透明透地在抢救，之天是真不甘，所以今日早时也准备了防护层来到了现场。神父都会在他们身边，修女也是一样，那也给他们一些需要的协助，比方衣物等等。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谢谢。那就把我朋友拿给他们，他们拿几个没关系，都拿来几个来。台中市台内区一间工厂透早是发生了大火，加在现场无有人上班，不过有两位消防队员谢志雄加张哲佳，因到火场探测温度的时阵，想袂到10分钟后，指挥官用无线电呼救都无回应，救援小组伫现场伫找也找无人，一直到再是8点外找到的时阵，已经不幸往生。铁片搭建的免洗仓库工程，吸收真紧，将近100人救援，其中2名消防队员伫个火场失联。就是他拿热显像仪哦，到里面去测里面的温度。当时无有人员受困，火场面积真大，因为担心延烧，所以炮火兄弟分工，除了有水线灌救，谢志雄甲张泽佳被派到正边的仓库，摕热显像的仪器来探测状况。火在现场左栋，一开始来是有左栋跟中间走廊后侧有烧起来的状况，然后到一开始右侧那一栋是没有火焰的。小队长发现说无线电呼叫，他没有回应，然后那我们指挥官就马上清点人数，就是没有看到两个，然后 RIP 就赶快进去。15分钟。经过找找，传出不幸的消息，两个人被吹到的时烧烫伤严重，已经无生命现象。第一位找到的同仁，他的旁边有发现他的空气瓶，空气瓶就可以证明他是有着装完整进入。装备完整，而且不是第一次执行亲像这种的任务，为什么会发生事故？详细原因，还阁得爱等待厘清。
台新闻郭彦霖、郭继忠台中报道。台中大内区工厂大火，火势是真大。自这一天，伫早时七点外，就伫现场设置了地水站，为新竹的拍火兄弟来补充体力。这场意外不幸造成了两位消防人员亡身，加上就是真悲痛。这天也接大来呼吁关怀。我知道你的心很痛，其实我们感同身受。弟弟张泽佳救灾殉职，同款身为消防员的哥哥。就算心痛，眼泪坚强，吞入肚肚内。当初他们选择这个工作，他们都有抱着这一种为别人的生命、财产牺牲的想法了。所以他，我在安抚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师姐没有关系，我能接受。”志刚关怀抚慰家属，第一时间嘛，伫个现场设立地水点心站。拍火救灾袂用咧拼命，任务过一段路。消防员坐伫个涂骹，朱姐志刚赶紧送上面包、冰豆奶，补充体力。打火弟兄他们哈，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面，一定要有冰凉的东西来解渴。台下工厂火警，两名消防人员英勇殉职，遗体送往台中殡仪馆。朱姐志刚嘛赶往现场抚慰家属。我同感哀伤，就祝福家属早日能够心安，好安。往生的两位消防人员能够平安，持续关怀，也为罹难消防员来助念，行在上前，陪到最后。台新闻黄子玲、廖学信、黄金玲，台中报道。医疗消息，咱来关心哦。新的设备来服务当台湾的病人。传统若是讲要来换心脏主动脉的瓣膜，是需要将咱的心腔锯开，会造成大约是20公分的空隙。使用人工的心肌机器，也有可能会引起感染。虽然讲目前有鼻腔手术，空隙只存了七公分的大小，不过啊，老大人或者是慢性病患者还是有风险。花莲主治医学中心创建了东部第一间至高阶整合性的手术房，比鼻腔更加鼻腔哦，空隙只有尖头大小，手术后3天就会当出院咯。花莲主治医学中心打造东部第一间高阶整合型手术室。内建影像检查系统，会当提供及时影像，达到更加精准的治疗。它有一个高阶的一个很高解析度的一个透视的仪器，可以让医生在放支架的时候可以看到支架的位置，因为它这个定位要很精准，然后可以再利用这个外科，同时又可以动手术，在无菌的方式底下进行。心脏痛啊，血压不稳啊。今年78岁柯先生，因为主动脉瓣膜硬化功能不佳，每次西药剂都会昏倒，心脏内外科合力使用经多讲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治疗，可以把原本我们从20公分，那减少到甚至连这个5到7公分都不需要，它就是直接可以用导管的方式，过程我们还使用所谓的经皮的方式来。用导管来做植入，所以它的在鼠膝部这边基本上是几乎没有伤口的。三天就回家休息。1、2、3，请切下。有了高阶整合型的手术室，搭配经多讲的手术方式，唔免停止心脏，嘛无需要使用人工心肺机，大幅降低手术的风险。和年纪大或者是无适合开刀的病患，嘛会当安心治疗。台新闻谢云山、刘宏志华联报道。在福建厦门，一位38岁张成辉先生，爸母在14天之前前后亡身，家己一个人住。不过有精神障碍，无法度自理哦，住的所在是真狭窄，厝边起了烦恼心。社区管理人员找来了清洁人员，要为伊来打扫，不过伊也拒绝。最后是住在浙江关怀苛刻，最近伊总算是答应好人，会当入门为伊打扫。厝内底堆满杂物，四界拢真垃圾。独居的张成辉，好天伫个厝诶，搁爱穿雨鞋。蟑螂尸体。啊？蟑螂尸体啊！蟑螂的尸体。规厝间拢是物件歹去的味，但这部何志刚唔敢向前，关怀伊一年多。因为一听说他精神残疾，而且父母都不在身边，几十年没有人照顾他，就心里就不舍。爱存款，和张成辉总算点头，何志刚来倒三工打扫。他要让我们先赶快清了，还喝水，不能喝水了。为什么不能喝水？要赶快清了，不然等一下他又改变主意了。感觉就是给他清理干净，心情很好啊。
但是好像味道很重哎。对呀、啊，但是当他晚上睡个好觉就很好了。因为我那做一波叫完来清月清水道，请问保洁员，说实话，因为他不当成任务来完成，跟你们是不一样。他不存在说跟他沟通，就是要不要我就直接给你拿走，拿走然后就产生矛盾。我老三弟将杂物清出来，搁送来好的柜仔甲平板电视。会送的，安尼会送的。啊，无我这只工件哦，你家决定哦。是冷的电。长期伫个垃圾环境之下生活，志刚嘛烦恼伊的身体状况，陪伴伊去病院做检查。那么多人为他付出了很多，一趟又一趟的个案的一个主动默契，去他家一趟、两趟、三趟、四趟、五趟，那么多时候我感觉也很感动。分滴。心甲心的温暖照顾，志刚成为张成辉上亲近的家人。台新闻李水智、王慧娜好给报道。以上就是台语新闻的部分了，也還有其他的重要消息，我们继续将时间交予国语新闻主播。好，谢怡君。国语新闻一开始呢，就要提醒高雄还有屏东的观众，中央气象局在下午针对了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发布大雷雨特报，要请当地的居民出入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呢，国际上一起严重的空中意外，美国一架二战时期的 B-17 轰炸机在康乃狄克州的布拉德利国际机场紧急降落的时候撞上地面设施，轰炸机瞬间陷入一团火球，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一架载有13人的二战时期 B-17 轰炸机在美国康乃狄格州首府哈特福附近的布拉德利国际机场，当地时间2号上午9:45起飞，五分钟之后就要求折返，紧急降落时直冲用来存放储冰设备的库房，瞬间陷入一团火球。目击民众回忆当时情况。The number three engine just next to the fuselage sputtered and smoke came straight out the back, and I said, "Oh, he just lost an engine." Wow. And then he didn't climb anymore. He made a very, very, very wide turn. 轰炸机整架焦黑，周围都是灭火用的白色泡沫。当时机上有两名驾驶、一名空服员，还有10位航空迷乘客。意外造成机上7人丧命，包括机上人员以及地面大约9人受伤，机场也紧急关闭。大家关切意外原因，主管单位出面说明。Right now, the very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is that the tower was advised, that there was an issue with the aircraft.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that was relayed, whether it was relayed as a mechanical issue. 布拉德利国际机场这周要举办自由之翼二战古董机大展。参展的许多古董机都属于一家非营利组织柯林斯基金会，包括出事的这一家。借由这些活动，教育大众有关古董机在美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大新闻李芳编译。南美洲国家秘鲁一辆巴士坠落深达100多公尺的山谷，造成23人死亡，还有27名乘客受伤。伤患被抬上担架送入救护车。意外发生的地点在秘鲁东南方的库斯科市，凌晨3点巴士倾覆，已经完全毁损。在秘鲁，由于车子老旧加上道路维护不佳，还有很多蜿蜒的山路，巴士意外经常发生。而至于这次呢，事故原因警方仍要进一步调查。越南首都河内最近几天空气品质拉警报， PM2.5 指数严重超标，达到非常不健康等级。当地政府发布空污警告，呼吁民众呢要减少户外活动。整个天空雾茫茫，几乎看不清楚河对岸的景物。就睇冇有啦嘛，好嘅嘢啦，冇像嗰个空得个脏晒嘅谂啊，常常啦冇海都点脏物嘅。越南首都河内最近几天空气品质拉警报， PM2.5 每立方公尺竟然超过300微克，达到非常不健康等级。现在thì cái ô nhiễm không khí là cái vấn đề quan tâm của rất là nhiều người, vì nó có cái chỉ số hiện nay là có những hôm Hà Nội tăng lên tận 300, màu tím rất là nguy hiểm。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标准， PM2.5 不能大于10微克才不会危害人体健康，但是河内的指数却超标30倍。当地最近雨量少，加上农民火耕以及使用燃煤发电，都是让空气品质恶化的元凶。chú vẫn đi thường xuyên mà cảm thấy cái không khí nó kiểu nó hơi bị ngột ngạt,
cái tầm buổi sáng từ 7 giờ đến 8 giờ 9 giờ thì nó còn bắt đầu nó càng ngày càng lên, càng cái mức độ khó chịu. 当地政府发布空污警告，预计未来几天空气品质仍然会比较差，尤其是清晨和夜晚，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大爱新闻吕方编译。 东南亚的亚洲象濒临危机，倒立者将他们的皮肤制成商品或者药材。工作人员轻轻抚摸小象的头部安抚，另一群人细心帮他清理腿部伤口。 距离缅甸大城仰光车程约一小时的大象庇护所，这里收容了大约二十头大象，其中有不少是出生没多久的象宝宝。这个由缅甸当局设立的庇护所，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抢救受伤的大象，也希望康复后的他们能在这里度过余生。 但是，有的伤势过重，难以回天。根据美国的史密森保育生物学研究所被列入濒危物种的亚洲象，正面临新一波危机。过去亚洲象因为象牙小，被盗猎的没有非洲象多。 但是最近这几年发现，亚洲象因为身上的皮肤而被猎杀，象皮有的被制作成项链或者被磨成粉当药材。目前缅甸野外的大象剩下不到2000头，而被豢养的有约5000头。保育人士担心，若这波盗猎危机持续下去，恐怕亚洲象会从地球上消失。大爱新闻吕方编译。带动学生感恩师长高雄的。 文府国中的学生呢，制作福慧袋送老师李清琴一种。志工跟老师仔细教学生用纸折福慧袋，面对复杂的步骤，活泼的国中学生全静下心专注折纸。一张纸要折成袋子形状，还要穿洞打结，一个人不好做，得靠合作。 福慧袋做的真精巧，里面放了感谢卡，还塞了一颗喉糖以体贴老师。这是文府国中学生对老师感恩的方式。年纪较小的文府国小一年级，志工这样教：“老师，我爱你。”不同年纪方式不同，但同样都能透过志工引导体会老师的用心。 我觉得老师很辛苦，然后看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视野更宽阔。透过一连串谢师活动，学生也开始想念过去曾教导过的老师。就会想到之前有一个理化老师，就是他很常照顾我们，然后就突然想到说，为什么他今天没有来？那个学生哦，那个心存感恩的心会常常在就是在他的心底里面。活动办完，然后。 都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学生老师相当的感恩老师跟老师是非常的有礼貌。一张纸折出一份感恩，也让学生体会到师长每个叮咛背后的用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明峰、吕慧玲、陈雅萍，高雄报道。 推广近思语教学，高雄大树区的九曲国小设立近思阅读书轩，而大树区是凤梨产地，学校也推广用凤梨纤维来造纸，提倡环保。 感恩、尊重、爱。全校师生收下慈济志工送来的一人一本近思语，孩子们从口说好话开始。对的事要勇于承担，不怕困难；不对的事要挺起决心，立即断除。在有2000多公顷凤梨田的大树区九曲国小设立近思阅读书轩，有书香还有果香，因为这里是凤梨的故乡。 全校推动用凤梨纤维造纸，压住拉这里。
把凤梨皮的纤维搓下来，加入纸浆，再经过筛网除水，做出凤仙纸。我们的韧度一般是比外面的纸张来讲韧度更强。可是另外一个缺失说，因为我们没有加到任何化学东西进去，那可能它存放时间就没有办法像一般工业用纸可以放的比较久一点这样。讲求环保，让凤梨叶和凤梨皮再度重生，经过拓印，也能变成艺术品。它变成一种纸，能去。 印东西，我觉得很神奇。这种东西还可以结合它的自己家乡的元素，所以说我觉得做完很有成就感。做出明信片或做在地古迹的小书，或者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种古铜纤维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只用来撰写在地文化，也用纸来传递家乡味，再加上校园内的近思书宣，把浓浓的人文教育生根孩子心中。 大爱熊杰星王昭忠、高雄报道，也是扩大影响力桃园的慈济志工举办了感恩音乐会，邀请造血干细胞的捐者还有受赠者呢一同来参与。艺人林佳丽的歌声搭配慈济志工柔美的手语，为中立园区的这一场骨髓捐赠者日感恩音乐会增添温馨氛围。 知名乐团也用实际行动响应。我觉得这个是超越宗教、超越信仰，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大家都知道的。那我们以乐团的角度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用我们能做的方式来响应这个活动的。音乐触动在场的所有人，杨雨婷的儿子曾是受赠者，特别有感触。谢谢慈济，还有谢谢捐赠者，然后可以。 把弟弟救回来，他的人生那么长，他可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对身为妈妈的，我觉得一个奇迹，然后一个盼望这样子。从2015年开始，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就是世界骨髓捐赠者日。这场音乐会的举办，希望能够感恩他们无私的付出。对方的太太也跟我说，因为这件事情让他知道说，原来。 大家是这么的无私，然后这样子去奉献，那之后他也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的延续。刚好有这个机会，又配对成功，又是唯一的捐赠者，所以说我觉得义不容辞。跟着音乐的流淌，这份清水之爱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台新闻真善美志工桃园报道。 资源分类的落实，对家庭还有社区整个大环境都好。在印尼，有实业家还有店家的老板从自身来带动员工。在芝卡朗生态公园，慈济结合企业一起推广环保。人来人往的生态公园，慈济职工结合企业集团的力量，宣导环保。 Ada 13 desa berada di dalamnya. Nah, 13 desa ini ada masyarakat yang perlu diedukasi bagaimana sebuah kawasan industri tetap bersih. 慈济社摊位在公园定点做资源分类，身体力行的示范。 Bisa beli di luar gitu, tapi setelah itu kan menjadi sampah ya. Dan ini aktivitas yang bagus ya untuk didaur ulang. 慈济活动总部缺席的古尼阿万最早是看大爱电视认识慈济，他在商场开店，也带动员工落实回收分类。Ya, memang dulu kita kertas bekas hitungan, kertas bekas salinan penjualan itu pasti kita lama juga, terus listriknya juga lumayan. Jadi kita langsung kita bakar, cuma kita pikir dibakar pun lama-lama kok kayaknya polusinya. Jadi pas kebetulan ada baksos yang diadakan Seci, jadi saya dan di Cikarang ya, karena kan dari Cikarang ke PIK kan lumayan jauh. Jadi saya pikir mumpung ada di Cikarang nih, ikut. 每位员工都成了环保种子，把良好的理念和习惯再带入家庭中。台新闻杨米拉古纳迪利万印尼报道。 难民教育跨海的交流，台湾慈济大学师资培训中心的教授到吉隆坡静思堂和两所慈济难民学校老师交流，提升教育方法。
来自台湾慈济大学师资培育中心的教授分享教学经验，对象是雪隆慈济难民学校老师。那我们今天教的是一些视觉化技巧，就是教学的基本技巧，然后帮助老师去让他的教学更有系统、更逻辑。那希望可以帮助学生学到、跟理解到、跟澄清更多的知识跟技能。I learned what professor was sharing with us about how our brains work, how we can make full use of our brain to learning. And the next one was another professor was sharing about compassionate love, how we can put that into our teaching. Social sciences is called empowerment. 今天也是跟老师们分享。慈济的教育理念就是除了言教之外，更着重所谓的行为的这种身教的一种作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孩子学习到一个更好的人文精神。我们带领了我们慈济大学师资培育中心的很多的师培的学生一起过来进行一个游戏式的学习。那学生们透过自己带领。透过这些游戏式的练习，带领着老师知道怎么样把一些小型的游戏融入在教学当中，可以让教学更活泼，也可以让学生的学习更好。难民学校老师认真学习教学方法及提升教育理念，期许让难民孩子获得良好教育。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奇兵马来西亚报道。芬兰北部出现极光秀，一道道绿色的光芒在黑暗中舞动，如梦似幻的场景。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同时感谢您收看，再会。